감사합니다. 乡村新发现，我们在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雅欣。上次啊，刚逛完咱们东塘的美景，今天我又回来了。当当，看我身后，今天咱们东塘又有哪些好玩的？走，跟我去瞧瞧。春风十里桃最消音，今天啊，就是咱们东塘镇的桃花节。千亩桃林层层点缀，朵朵桃花争相绽放。大家是喜爱深红呢，还是爱浅红呢？ 这里最开始还是一块荒地，也是我们积极的发动乡亲乡友回村创业，然后带动村民们一起从集思亩、近百亩，现在发展成上千亩的一个桃园。通过当地乡亲的助力，这里栽种了千余亩的桃花林，成为如今的赛美桃园。待到瓜果成熟的季节，桃林便由花海变为果园，也将为村集体带来近10万元的收入。这个桃花开得很好，下次的话，周末的话也会再讲一起来体验的。 师傅，你是刚才那个武术表演的吗？是啊。感觉刚才特别帅，我也想给你学几招。嗯，我是东塘全真的这个16代全真人。这样，对，你这个学这个就蛮快的。借此这个桃花节啊，也是对东塘武术的这一种弘扬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东塘的武术文化。 桃花节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，这对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助力。我们也希望以桃花为媒，将赛美桃园和赛美水库一带打造为农文旅相结合的农业产业经济带，从而带动我们本地群众的就业和增产增收。